你想好了，这一步要迈过去，回不了头。不是你叫我别再折腾了，我那是……你真的放得下阮文君？是他自己要走的。既然我在他心里还抵不过那张支票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年轻的时候啊，事儿可多了，给他。你们再聊啊！哎呀，感谢感谢，你也漂亮嘛，你也漂亮漂亮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啊。想到孔德耀跟冯博文居然是一路货色，半军才走多久啊，居然就另结新欢了。行了，去。哎，我疯了，别管人家的事。哎，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件喜事儿，那就是我的爱女席白和佟家的公子卓瑶不日将举行结婚庆典，到时候希望在座的朋友一起前来捧场啊。在这儿我替佟太太一起先行谢过了，大家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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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不是人啊？半君才离开你多久，就要跟别的女人订婚了？你居然都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！你是谁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保安。不好意思，他喝多了。别拦我！喝多了。顾总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个人渣，半君不会放。半君。朵朵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把我放下来，快点！李多多，你真是够了，你给我老实一点啊！多多，曼君，佟卓瑶要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刚才的事儿，他俩都订婚了。你好好看看那个照片，我发给你了。说，曼君他在巴黎。你说，阮曼君在巴黎？我只问你一句，你之前说要跟曼君在一起的，现在这话还算不算数了？告诉我地址。
我只知道他在一家中餐馆。爱是给予，就是接受，给你我的所有，也正是因为我贪恋你的所有啊。是他先不要我，是他看错人了。他也是为了公司迫不得已。就算他跟阮文俊在一起，不会有结果，早晚都是现在这样的结局。什么结局啊？最终抛弃曼君的结局吗？当初为什么要开始呢？李多多，你先搞清楚，现在是阮曼君拿钱走了，他才是被抛弃的那个人。你也觉得曼君是为了钱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比任何人都不愿意相信，但这就是事实。这是拿着800万在外面逍遥自在的人吗？曼君把支票存起来了，寄宿在一家中餐馆，靠打零工为生。就这样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你一句不是，反而责怪自己，给你带来麻烦。现在不是一切都过去了吗？我再也不会放手了。苦笑着一切早就习惯。我订一张去巴黎最快的机票。